今天呢，我们三剑客又聚在一起啊。每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想必呢就是要搞大事的时候，搞起来，搞大事。现在是2021年初，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。那新年前呢，我们来测一下 PR， 建筑三项。你三项 total 多少？400多啦。400。这个呢，在我们凯杰的标准下面，还不算是个强壮的男人。如果80公斤的话，我到500以上就算不错。但我觉得这不是一般人的标准。哦，那药师你的三项总和多少？555。那我的 PR 呢，刚好600整。但是讲到建立三项呢，我今天邀请了一位，就是建立非常强，他可以说是建立是他的训练专项。让我们欢迎小王子麦老师。欢迎来到这个三剑客挑战 PR 挑战赛。所以今天我们是要测三项吗？除了三项以外，我们都测。你三项 PR 多少？我大概640-650。640-650，那测三项没意思啊。对啊，我们就五次啊，那就屌虐啊，那你就来虐我们啊。因为我们都知道三项是全身一个神经肌群跟全身肌肉的连贯。对，我们今天的测小肌群。第一个项目，二头弯举。二头弯举 PR， 轮番上阵。然后每一轮都会增加这个杠片的重量，然后看谁能顶到最后。那第二项呢？我们第二个项目呢，三头滑轮下拉，一样我们是轮番上阵。对，然后每一轮呢增加杠片的重量，然后看谁可以下来之后锁死。OK， 好，我们第三个项目呢，单杠暂停，我们就拉起来一下过头。我觉得这一项啊，这一项应该有机会。我连杠单杠都无敌耶。对，那第四项呢？我们第四个项目呢叫做拍手伏地挺身，我们四个会一起上，宇安会喊一，我们就起来拍一下，然后我们四个轮流看谁就是能撑到最后。好好。所以这是我们健人小肌群四项哦。没错，来看一下我们那个健力高手是不是在这四个项目也可以，就是发挥很好。从来没有想过我们测 PR 会测这种鬼东西。今天这四个项目啊，像麦老师他的三项很强，但是我觉得这四个项目其中一个对他来说应该算非常的单杠暂停。我觉得他应该会输在这一关，但我觉得像二三头，我觉得他应该蛮强。该我觉得你那个单杠应该会有优势，因为这阵子不是有在练单杠吗？哦，对，其他的我不敢讲了，但是单杠那个项目我应该是蛮有把握的。然后像药师啊，他本身就是神经跟肌肉连接很强，基本上这四个项目我觉得对他来说都不算特别有难度。他果然应该算是今天会最难搞，但是像波波他也算是平衡型。就不管是伏地挺身，他单杠其实也很强，然后他手也很熟，所以二三头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我觉得说不定不会是今天的黑马。今天这个四项挑战，我觉得觉得盖伊应该会赢。为什么？因为盖伊最近都在狂练那个单手引体。对，所以他体重虽然比较重，但是他现在那个单杠非常强。他安插一个他自己有偷练的项目，太可恶了。然后二三头他又很强，看他二头那么大一个，这二三头很输的啊。然后单杠他又强，那只剩伏地挺身，我看应该是。而且你最近有练吗？最近练比较少。你最近都在干嘛？没有，其实我不是练比较少，我是吃比较少。哦，那你最近都在干嘛？最近打魔兽。麦老师感觉三头应该很强，因为卧推超强。波波应该是赢不了他们两个啊，但我也没有把握可以赢波波，所以我觉得今天应该是你没有把握赢波波，有点危险，今天有点危险。要是我期待你的表现，危险危险。好，今天这个项目啊，四小项，我们都没有测过，所以我也很想知道大家的强项在哪里。然后二头的话，我觉得盖伊会很强。不过你三头不是特别巨吗？对，我三头是比较巨的，可是我觉得他只有长相好看，重看不重要，功能性我就不晓得了。其他的部分吧，我觉得引体的话，我觉得蔡瑶是比较有一面。哦，真的？因为他背本来就强。然后他最近就比较瘦，对啊，他最近都不练啊，然后又不吃啊，整天打电动啊。他可能知道我们要比赛，所以他就开始摆烂了，让自己变瘦。哦，对啊。然后 Max 的话，这我就不知道，因为他三项都很强，三项都很强的人应该力量不会太小，所以我觉得他的赢面也很大。波波，那你觉得你会在里面排第几名？排第几？
我只希望我是最后一名就好。好，我会努力的，不要看我这样子，我还是会努力的。好，我相信你。OK， 大哥，我是 Miles。今天收到讯息说来测 PR， 我想说，如果是测三项，那应该他们三个没有一个是我的对手。但是今天到了之后才知道说，啊，怎么是测什么二头弯举，然后三头下压。我上次练二头应该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，所以其实我也没有太大把握。不过我听说一件事，就是这次我们四个会有成绩，他们三个最输的那一个会被踢出三间课，那应该就是由我来递补。那我进来递补，应该就是那个光头应该差不多要离开，因为年纪也到了，可能差不多也该退休了。大家加油，我绝对不会最后一名的。好啦，那我们来到了第一个关卡，杠铃二头弯举。我会先用15公斤的杠，然后拿起来，准备好之后呢，我们背一定要贴着杠架，然后喂，超过90度就算有成功。但是如果你起来的时候喂，然后背离开杠，这样超过就不算了。然后我们今天的评分标准就是每个项目最赢的人加4分，第二名加3分，第三名加2分，第四名加1分，以此类推。然后我们四个项目比完之后，看谁分数最高，到时候会颁发我们的冠军奖项。好，来第一棒波波。好，15公斤就不要丢脸了。哎，我们好，先冲冲。好，下一个。15公斤要测。短身嘛，好来走，来吧，来，好，来，大小心点 ，OK， 那你的二头太大了，对啊，对啊，我怎么样？哇，
你没办法再更重了。但是我们都破台怎么办？一人加一分。好，我们每个人就加一分。好，被打折了耶。哇，帅哦。OK。好。哦，有耶。接着我们来第三个项目，单杠过头站。我们这个项目测秒数，看谁可以顶最久。所以如果你的对手掉下来，你也是要继续撑。你要在比时间吗？比时间。对手只是要赶而已。其实他们的压力都很大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怕我撑不住。对，我超怕。因为我会努力的撑着的。我看过波波练单杠啊，真的是还蛮强。我要努力的撑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由谁先上场呢？那我们由波波跟 Miles 两位来吧。好，我们那个下巴一过杠，我们就开始计了哈。如果你想要讲个什么干扰对手，是允许的，是允许。有，两位准备好就自己来啊。就是，我觉得超难。好，来。你不能下巴靠着啊！你有没有说不行？下巴也靠着吗？下巴不能靠着。药师跟盖伊准备，开始。十秒话了吗？觉得他们可以撑多久？我觉得也大概，我觉得盖伊应该撑个五分钟。我们先放着，然后先去吃东西。我觉得差不多，来20秒。20秒了吗？我觉得差不多了，他已经在抖了。抖的时候就要。三、四、
阿公是不是快受不了了？让阿公休息一下。好，来休息一下。阿公，你拍完之后手打直比较轻松啊。来，五。十五，哇，波波好猛哦！哇，快不行了！好，二四，要逞强！二四，哇！二五，好了，下去吧。下去吧，这关就由我来拿下了。钥匙还没拍对不对？啊，钥匙你拍了吗？二五做完了。啊，做完了。好，二六。啊！哇，钥匙快不行了。为什么今天要来？不行吗？不行。二一。啊！一车二七。一车太累。二七。三二，我是不是还没做？对，你还没做。三十二，快点 ，Miles。三三，好不行。好，哎，轻松。我要白热战喽。三四，三四，太强了吧？三五，三六，三六，三七，三七，三八，三八。三九，三九，轻松啊！四十，坐一下，不行，坐一下，坐不要放弃啊！不要再讲，不能再下去了，因为我都摸，不能送，到桥，哇！啊，这个，可以抽奖。四个项目比赛完了，我已经看到这头上反光的汗珠了。这边也湿了，包汗到。还好我最后一下我没有后来。哎，真的，真的很猛哎！我一度觉得你要下去，但是你竟然可以拼到最后面。给大家的分数是怎么样？大家分数呢？结算了之后，还有16分，波波7分，钥匙8分，然后我呢拿到了11分。哇！波波老师本来还想说他不会有这个机会垫底，哇！结果他垫底了。波波守住了三剑客的位置。不好意思啊，就说了，今天这四个项目是不会让你占到便宜的，感觉到，感受到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有奖品要颁发给倒数第一名。是什么道理？三三三，是我要奖品拿，是不是？哇，那个多补充一点，对，要多补一点，我已经每天才能好好变得更强壮了。药师健身活的 B 群、鱼油，还有美盖力，记得要满的要打 B O B O 啊，记得打 B O B O B O 六六六 ，G Y 一二二四，这样 B O B O 啊。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先到这边。有任何疑问，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今天盖力折扣码是 G Y 一二二四 ，B O B O 六六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